好，欢迎各位啊！即系虎年啊，一个嘅大年初九嘅一个嘅英伦 OT， 咁喺我今日嘅侧边同一齐做节目嘅咧，当然我拍档阿方展博啦，同埋我老表麦理豪嘅两位仁兄喺英伦别来无恙吗？别来无恭喜发财，恭喜发财，身体健康吓，主佑平安，大家吓。最紧要呢样嘢。系啊，咁啊，阿展博兄，你个呢一个嘅新春大吉有冇晚晚大吉啊？你喺度？有嘅，大吉系吉嗰啲牛扒啊、猪扒咯。咁啊，恭喜大家发财啦！啊，新春大家虎年咧，就系祝大家身体健康啊，早日可以同家人咧朝夕相见啦。因为而家咧听讲咧多过两个家庭嘅人咧系不能够一齐聚嘅，咁啊咁啊，嗰啲即系齐人之福嗰啲咧就可以尽快享翻齐人之福啦。咁啊，恭喜恭喜！真系我真系觉得呢个就好鬼搞笑啊！即系喺咁嘅情况之下，即系我如果老表未走嘅，佢结捻咗婚，咁啊大家都要择一去拜年喎，系嘛？即系佢喺佢妈度又唔可以等我嚟，同埋另外一个嘅问题，我都唔谂明边一个会监守住。哪一个 household， 哪一个 unit， 有几多个 family 在里面呢？我真的很想请问。其实你不报他根本都不知道。不是咯。你乱咁报的话，他根本上是没有人手去追踪到这件事，浪费根本上用来恐吓你班人而已。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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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啱啱过咗两个月，咁啊，点解今日要揾阿麦理浩嚟帮帮手倾下偈咧？因为麦理浩系有一样嘢，列大夫过嚟恨咗好耐都恨唔捻到嘅，就系、是、列大夫一直喺度又嘴人又嘴鬼又嘴动物又嘴木凳咁样，都希望中武汉肺炎，中嚟中去都中唔到。但系麦理浩就拉捻咗嘢啦，你可唔可以讲讲你中麦理，即系一个武汉肺炎嘅感觉系点俾大家听下咧？最好笑系我系见完列大夫之后就中捻咗。系。他那晚跟他喝完酒，然後回家就腰，其實跟你感冒一樣，你喉嚨痛幾天，然後之後腰酸骨痛，但他有一件事很有趣，我中了招的感覺是集中在頭上，就是眼會很酸痛，耳仔會很痛，然後其實我不是試試自己捱兩天，其實都會微微燒的，38度、37度、9度，38度、5度樣，介乎你的溫度之間，其實都是試試自己捱兩天，看看怎樣捱兩天，頂不順就拍兩粒啤酒，然後就沒事了。有沒有見到白光啊？有隧道啊？即是見到死的親戚朋友出現啊，在床邊啊，那些情況啊？那就沒有啊，你阿公，我阿公都沒有來找我。我阿爷阿公都冇嚟揾你系嘛，即系我阿嫲你阿婆都冇嚟接你系咪？冇啊冇啊，完全冇嚟入手啊！正常入一入手啊，会跌落床噶嘛。咁样哦，完全冇。好啊，问多你一句，我先同阿方展博倾下偈先。即系我想问你，如果喺大重感冒嘅呢一个嘅 scale 嚟计啊，即系你人生里边濑嘢濑得最金嘅感冒啊，呢一个嘅 rating 大概系咩嘅情况到啊？由1到10，好卵痛啊，二到啦。我讲真拎你。你会唔会太开心、啊、起码感冒你都不舒服三日、啊、我是挨了两日，我是挨了两日顶不上才吃粒药的。如果我一开始就吃药，根本上你直接是没有症状的，可以是、反而是最麻烦是即是都会咳咯，现在是长咳咯，或者我可能现在新搬这里污糟了，我不能吃出来了，吸完尘那两桶尘超恐怖。是我应该可以讲讲呢样嘢。咁我想问啊，即系有冇即系你我哋有时重感冒咧？阿展博兄，你记唔记得我哋即系攞两个厕纸咧卷埋，塞捻住个鼻哥，个鼻哥红鸠晒，只眼就红捻个，屌你老尾嘅红眼症咁样样，系咁钳钳钳，跟住呕啲屌你老尾嘅黄痰啊，呢个出嚟嘅气管不停抽搐，差唔多要闻氧气咁样，就系有冇去到咁重咧？冇啊，直情冇啊，即系我完全系冇呼吸困难啦，好彩就系。系咁样就。其实是真的咳和流鼻水，但是很有趣的，它那个流鼻水呢它又不是流出来的，它是有一点点，但是最正的感觉就是你好像平时游水不觉意索一口水落鼻上的感觉。你会觉得很 多鼻水在鼻腔里面，但是它不会流出来的。明白。那么展博兄你有没有、我首先以正视听先，伤风和感冒呢是两样东西来的。OK， 是啦，伤风呢最打唔妥嘅咧，就係個鼻咧，同埋個上邊嘅額頭咧，就成那日咧都係好唔舒服嘅。咁啊，狂流鼻水，雲吞不斷，呢個係傷風。
感冒咧就系、是、你咧软奶奶咧周身骨痛啊，唔愿喐啊，发烧啊，尖寒尖冻咧就是、感冒嚟嘅。咁啊，最乸嚴重嗰啲情況咧，自己試過咧，就可能係病完一個禮拜啦，有病徵，然之後之後嗰禮拜咧，仍然係未清嘅，成日徘徊喺個頭痛與唔痛之間嗰啲樣咧，足足兩個禮拜之好。咁呢個就係感冒最嚴重嘅情況啦。咁但係我而家即係暫時都托賴啦，就因為屋企冇中小學小朋友啊，冇帶到病菌翻屋企咧，咁我暫時都未中到招嘅。咁但係呢、這個即係可能一生人都要中一次噶啦，喺呢個英國咁嘅情況之下，因為可能行過九秒都會中噶嘛，係咪先？咁啊，但係收封翻嚟嘅資料咧，大部分嘅人咧都話咧，我大概用咗3-4日時間咧，就已經 overcome 咗成件事噶啦，咁樣。咁同埋嗰個病徵咧係仲弱雞過感冒嘅，佢哋大部分都係咁講。咁當然都有啲人係病多過一個禮拜噶啦，咁啊少少數目係咁樣咯。好啊！想请问边个食紧嘢咧？好嚼嚼嚼嘅声，好很大嘅声音喎。应该唔系食嘢啊，系嘛？唔系个 fit， 系咪 fit 啫？应该冇啊，个麦 fit 咋嘛？系嘛 ？OK， 咁啊，睇住个麦头啦。小花睇睇依一个有冇帮唔帮到手？咁啊，阿詹博兄，我真系好很想请问啊，即系譬如你有时有啲保险行业咧。咪處理啦，即係咁。其實如果我感冒完之後流鼻水，然後跟住氣管抽搐、氣管炎，其實係幾樣嘢嚟嘅啫，即係唔係話同唔係感冒就有曬啲咁嘅嘢嘅喎。係兩樣唔同嘅病毒引起嘅嘢咯。咁所以咧就係、是我哋會集中講呢一樣嘢係似感冒多啲啦，但係 Omicron 又似傷風多啲嘅。OK， 係咁大家就而家就。一種估的狀態啦，即係之前嗰種唔使估啊嘛，你死撚緊啦咁樣。冇錯，下一間 job 啫，係嘛？即係睇你點死啫嘛。而家個問題就係你唔死啦，你個個人感受係點嘅咧？有個就話好似游水錯唔到鼻係咪？有個話有呢個感冒，有個又話我軟奶奶咗一個星期，即係呢啲問題就同體質有問題啦。即係話同一條女，你咩 feel 啊？好撚傻。跟住佢就屌死鱼咁，你睇人啫呢啲咁样啲。咁希望大家都系即系当可以游水戳亲个鼻哥逐亲咁样样就算紧数啦。即系而家南韩最 update 嘅，南韩已经系放弃追踪同埋即系最在数有几多人中招啦。即系调翻翻转，即系全世界大家都开始放松香港行条咁嘅戇鳩嘅一个嘅道路咧。真是香港人的悲哀嚟嘅，真系。你话印尼姐姐个家乡啊，嗰、那个官啊，讲嘢先有料到啦，话俾你听。Omicron 就好似你老婆咁样，开头你谂住想控制佢，后来你发现唔得，最后你要同佢共处咯。啊！即系呢啲先至系先进啊嘛，话俾你听系咪先？咁啊，方子博，你有冇谂过即系会 call 阿列大夫落嚟 London， 然后跟住咧同佢饮杯啤酒去个 pub 嗰度，跟住可能你好似阿麦里奥咁中鸠埋喎？暂时我对于中呢个病咧，去即系折腾几日咧，我都仲系有少抗拒嘅。有啲观众留言就话我惊到哎咁，即系真系打疫苗啊各样嘢咧。咁事实上系嘅，喂大佬好辛苦咁样过到嚟呢边，你知我哋啲嗱又点啊？体弱又唔系财多嘅人咧，一病起上嚟咧死 Q 咗咧就嘥晒噶啦。呢个英国大好即系前途啊！嗱，你睇翻我个图画啊，呢个英女王已经登基70周年啦。你睇下英国啲人几长命，净系睇下英女王啊，都90几岁，系咪？系咪先？分分钟查理斯系史上最老嘅登基嘅君主，系嘛？系啦，亦都系一个最长时间嘅王储，储咗好耐。OK， 你先谂下，如果系储嘅，摆咗咁耐有冇用啊？老储都有老储嘅用处嘅，冇错，我哋都系有个老储嘅呢度啊。系咯，唉，真系嗱，有一样嘢就讲起咧，即系英国人嘅世界同埋呢一个嘅华人嘅世界就真系几唔同。如果阿麦理浩喺度就知道啦，康熙个仔。即係做依一個嘅王儲係嘛？即係個個如坐針尖，做得越耐就屌你老尾，個麻煩就越撚多。你睇下查理斯幾開心，屌你老尾，幾逍遙㗎！一出世就做王儲啦，係嘛？屌你老尾，做咗幾廿年王儲，70几年王儲
系咪先？屌你老味风平浪静，你喺屌你老味大陆啊、中国啊，屌你老味仲要做七年王，死捻咗，唔捻到鸡，你真系唔捻死亡系咪先？随时俾啲细佬阿哥全部搞死晒。冇错啊，领导人话你做呢一个嘅第二代嘅接班人，屌你老味，你系咪真系惊捻到林彪咁样搭飞机走啊？冚家阵，跟住突然间你又俾人发现你无啦啦贪污啊你！或者貪污啊、叫雞啊咁啊，呢啲嘢乜撚嘢都有。講真，查理斯王子冇玩咩，玩到飛起啦！佢舅父帶到佢。係，阿蒙巴頓伯爵啊。咪係咯，實會有嘅。根本上呢啲必經之路嚟嘅，即係講真，何阿總你話你啲契仔啊，成日第日實會帶你去跳場舞嘅喎，就要帶你見下世面嘅喎。咁好啦，我想问下两位啦，即系而家即系新蒸头啦，即系两个问题先啦，即系啱啱好人逢喜事精神爽，即系你哋又开始抗疫成功与病毒做好朋友啦。咁啊，又新蒸头，仲撞啱呢一个嘅英女王登基70周年。咁啊，英国嘅呢一个嘅景象系点啊？展博兄，你不如你讲讲先啦。英国嘅景象咧系新年气氛系相对欠奉嘅，除非你自己走落唐人街。咁我哋自己香港嘅朋友咧，因為都係有少少避忌啦，因為個 Omicron 真係好傳得好快啊嘛，咁就拜年啊嗰啲咁嘅活動咧，好似咧喺個群組度唔係好見嘅。咁但係各自各咧就喺屋企不斷咁整新年食物啦，啊蘿蔔糕啦、年糕啦嚇咁樣樣啦，咁啊不斷咁樣上載上網啦咁樣樣，咁亦都會個別咧有啲即係家庭小聚，三幾個家庭一齊咧就食下啲團年。飯啊，或者咧開年咧就互相見下面咁樣樣，咁冇乜人擺利是喎，因為呢度咧買利是封好似唔係好方便，同埋呢排好似轉咗網上俾啦咁樣樣，咁我自己業務上都係用網上俾利是嘅方法啦咁樣樣，咁我總括就個人嘅新年氣氛就係咁啦，咁啊唔係十分濃厚，咁但係就喺即係英國呢邊咧好多人都知道呢個叫 Lunar New Year 嘅，咁啊。即係佢哋開始分咗呢一樣嘢㗎啦，啊，咁啊唔再叫 Chinese New Year 啦，係咪先？咁啊好緊要啊呢件事。咁啊，我暫時喺即係倫敦嘅報道係完畢。哦 ，OK。咁啊，阿麥理浩，你都其實住近倫敦個區係嘛？係啊，係啊，係啊，我都喺倫敦嘅。不過真係冇乜氣氛嘅。如果你唔走特登死落唐人街嘅話，係咁但係啲超市就會都好突然間地咧。平時冇乜白蘿蔔賣嘅，就會突然間多咗一籃白蘿蔔等你翻去買嘅。嗯，係啊，咁又係咯，啲 friend 咪喺度整糕咯。咁我話冇啊，我仲揾咗招隔離緊喺屋企咁樣，乜 Q 都冇整，咁啊最多咪整個叉燒過下年咪算咯。嗯，咁我係啊，即係不過氣氛真係爭好遠嘅。你哋咧即係都有講過啦，即係白蘿蔔啊、整年糕啊各方面嘅嘢。喂，咁似乎呢啲嘅。華人的蔬菜啊，華人的食材啊，是不是其實在英國裏面都不難找呢？我想請問，不難找的，價錢會貴一點，菜就真的貴的，即如果你突然間想吃菜心，起碼都要5-6磅一包仔，一包仔尺寸大概半斤都不知道有沒有這樣咯。咦，那就是貴過香港現在50元斤菜心的喎。其实差不多，而家香港而家即刻系觉得可以在英国即刻买一包菜心食，因为个感觉上同香港接近咗啊。系即刻，咦？即系你好，即系我发现咧，同加拿大一样啊，个人越住系会唔觉意地好越古数，因为你仲系拎住香港嗰条尺咧，嗰个价钱嚟衡量啲物价嘅时候，你会觉得屌咗咁卵贵，呢度咁卵贵，呢度咁卵贵，全部咁都唔卵舍得食咯。咁啊，嗱，詹博兄，你有冇咁嘅問題咧？即係你，我都知你即係揮金如土，同埋即係腰纏萬貫，係咪？即係5磅嘅一斤嘅菜心，屌你老母！你即係全部幫我摘撚曬啲最撚老嘅，淨係要嗰啲嘅屌你嘅嫩葉同埋嗰個苗，屌你有咩炒俾我食？咁啊，即係分分鐘買3斤要炒撚到半斤出嚟俾你食，冇啊咁嘅情況咧。Oh, sorry， 我嚟咗呢度一年啦，就一條菜心都冇食過啊！我食菜啊，而家。白菜都冇食过，白菜。你听我口音都串咗啦，已经。你嗰啲系印度人啊，老友。系啊，如果食菜心，你要讲脆心噶嘛。系啊，脆心卷咗就系脆心咁样样。系食噶啦，呢期。不过咧，即系讲翻啦，如果你要食翻啲即系叫咩啊？中国式嘅菜咧，有三样嘢就常见嘅：小唐菜、菜心同埋呢个黄喇叭。咁啊，三樣嘢裏邊黃牙白係相對抵食嘅，因為佢有蛋喺超級市場買到，
咁同埋黃牙白咧，呢度咧係甜過你喺香港買嘅。同埋香港我即係曾經做過街市啦，黃牙白我勸大家真係少買為妙嘅。點解咧？因為佢哋擺甲醛去即係染嗰個根啊，令到佢容易變壞啊。咁你哋係唔知嘅，你個個都係咁食。但係我始終覺得食完呢度嘅黃牙白之後，發現好似有啲問題。香港啲黃牙白啲味係有啲古怪嘅。喂，苦啊嘛，你令我讲起咁一件事啊！两位记唔记得咧？我哋啲唔系祖先啦，即系我哋啲前辈啊、祖辈啊咁样咧，好兴过年咧，咪搵条屌你老尾嘅尼龙绳穿捻个黄牙白嘅根部，又挂捻咗喺度扎年啊嘛，摆极都屌你老尾唔捻烂噶嘛，最多食嗰阵时就系搣咗外边嗰层咧就嚟食噶，即系嗰个防腐啊或者系变襟摆嗰个情况系好捻高。系咪因为落捻咗甲醛嘅问题咧？如果系咁样样，我就唔知旧有嘅做法，但系咧，我即系而家见到新嗰啲咧，你见好多时候佢嗰啲咩叫细细棵咧，三包或者一个胶袋载住嗰啲咧，我硬系娃娃菜啊嘛嗰啲，娃娃菜，我硬系觉得有啲问题，即系不能够证实咧，咪你嘅味觉食唔到甲醛噶嘛？OK，但系就我见过即系网上边咧。係好多嘅處理咧，都係點甲醛啊，或者點一點條根啊，有啲嘢嘅。咁佢啊，梗係唔緊要啦，佢唔食啊嘛。但係你要諗下中華大地，佢哋為咗自己個產值，佢哋咩做唔出咧？咁你冇得問佢嘅，因為所謂蔬菜統營處啊，或者乜嘢嘢咧，抽樣本咧，佢可能都係抽樣嘅啫，好難講嘅呢世界。我哋抽樣嘅啫。以前做菜咧。你喺個欄嗰度咧買嗰啲菠菜咧，未夠時間咧，即係秋天未到嘅時候，菠菜差噶嘛，嗰個樣。咁咧佢又會咧染一啲叫做藍澱粉落去嘅。咁染藍澱粉係點咧？澱粉加咗嗰個咩啊？碘咧咪變藍色嘅。係係係。嗰度咧，佢索咗落去咧，菠菜咧黃黃地色加黃加藍啊點啊？綠咯，就變綠咯。菠菜光加熱就等於火，黃加綠就等於我。連節瓜都有嘅，咁你蔬菜統營處你驗乜鳩㗎？真係喺嗰個欄嗰度出嚟嘅喎，所以我啊唔係好信得過呢樣嘢咯。即係勸一勸大家，咁啊呢邊黃牙白就食得過嘅，嗰邊咧我就發現個味有啲古怪啦。而家即係調翻轉頭咁講，咁啊暫時就係即係黃牙白係即係首選啦。如果食中國菜，但係呢邊嘅黃牙白即係其實係大白菜嚟啫。OK，係啊係啊，你講嗰啲咧黃牙白係好緊緻㗎。啊，夾到實咁嗰啲嚟噶，嗰只就好食嘅，嗰只咧應該就買得過，因為佢長奶奶咧，佢索唔到咁高啊，你唔要嗰根佢咪得咯，啊，即係咁樣，就算有甲醛你都好啲啊，咁解，咁啊，所以我會建議買嗰啲即係你頭先講炒臘肉嗰啲咧，就黃牙白嗰啲 OK 嘅，過年食嗰只。其实咧，我都建议各位啦，即系去捻咗英国，系嘛，即系去捻到外国人嘅地方，就将你个味蕾就扩阔，系嘛，即系唔好捻成日都挂捻住香港嗰啲嘅屌你老尾嘅饮食食啦，即系千祈就唔好捻屌你老尾成日怀住即系嗰碗麦恩记啊、麦文记、麦少记，系嘛，即系香港仔鱼蛋黄定系山东谢记，都冇捻埋啦，系嘛，即系呢啲嘅嘢，即系人生嘅成半前半生都食捻过。下半身食下人哋啲屌你老尾嘅 Parma cheese 啊 ，Parma ham 啊，屌你 mozzarella cheese 啊，屌你老母食下人哋啲農產品啊，係嘛？試下人哋啲菜啊 ，Kyle 啊，點樣樣？喂，都係一件屌你有咩上心樂意嘅事嚟㗎，即係轉下口味啦，啱唔啱啊？冇錯，呢、這個菜心咧，主要係因為價格同埋佢個長相咧，令到我咧係唔係好想買菜心嚟食，因為佢已經變咗種㗎啦。即係你諗下狼人同埋佢本來嗰個樣係有唔同㗎嘛。系变咗样嘅。阿超哥，阿超哥讲俾我听，佢去到澳洲啊，买菜心食啊，啲菜心同埋芥兰咧，佢讲法同你讲法依卵样啊。佢喺香港买嘅菜心芥兰，即系自己除裤屙尿嗰时候就见到差唔多类似啊嘛。突然之间一我卵到去见到碌碌菜心芥兰黑人咁样样咁粗又壮啊！啲菜心比较似啲白人嘅，长而软嘅。OK。OK，OK，芥兰就过咗，芥兰都少见喎。芥兰呢边唔系好国有喎，芥兰。但呢边嘅西兰花就好正嘅，佢有啲长身西兰花，同埋有啲即系原本你见到原有嗰种咁样样一个花束咁嗰啲，两种都好好食吓咁咯。同埋香港种西兰花咧，我又系讲下卖菜经验咧，
冬天係旺季嚟嘅，種得好靚嘅。不過咧，永遠夾雜住一啲咧，即係有機嘅味道嘅。係啦，好屎下嘅陣味啊，就係、是、咁樣。呢度嘅西蘭花冇乜呢陣味啊，應該佢唔係翁屎咯，或者佢翁馬屎、羊屎又唔係翁人屎咯。但係我喺菜檔係聞到人屎味嘅，真係。真係大家係咁咯，芥蘭都係，大芥蘭都係咁咯。啊，即係種得嗰啲咧，一定係聞到人屎味嘅撲街。哦、OK， 咁啊，我對人嘅分辨我未嘗過，我就即係冇你咁權威，我唔敢去品評呢一樣嘢。我唔會嘗啦，但係我即係你交貨嚟嘅時候，嗰桶嘢咧越粗碌，你係越容易聞到呢種味咯。係，所以我早先係要揾到錢，我身上膽，但係我真係邊聞農村麻子味。是很豐富的、啊、你買的時候通常我們都已經過過水、啊、洗洗下樣你又不是很覺得但始終有少少的魚香、啊樣 oh, okay. 我有少抗拒的對於吃這些東西、啊、OK OK 那我看到麥理浩在他那個、Facebook 裡面他屌你自己去醃鹹蛋為什麼你玩什麼東西、啊、你的東西喂，咁因為呢度啲鹹蛋全部都係大陸運過嚟嘅，你夠唔夠咧？夠唔夠？夠唔夠膽咁食咁解嘅？咁所以最後咩咪先？其實好多都會自己醃咯，同埋個醃嘅方法唔難咯，真係唔難。咁你要點樣搞啊？即係你攞高 concentrated 嘅鹽水嚟醃鹹蛋喎？一比四咯，四份水一份鹽咯。係係。跟住加啲花椒粉。系鸭蛋其实鸡蛋都得噶，有啲人话。不过食翻鸭蛋咪买鸭蛋咯。呢度呢度买鸭蛋又容易。所以 denature 佢整熟佢噶咯噃，系咪？其实佢唔会熟噶嘛，佢真系熬，即系将佢 dehydrate 咗，佢入面令佢 concentrate 咗啫嘛，都系靠个蛋壳嗰度 filter 咗佢。不过要沤30日先知啊嘛，未知啊，而家啱啱先开始两日。OK， 咁你而家过紧咗嚟两个月啦，我知道你即系走紧啊依一个方展博嘅路线，即系了解一下当地嘅民生啊，享受紧啊，即系突然之间你仲都冇费啊，收紧咗两个月两个礼拜冇得出嚟嘅啫，咁啊即系你都仲系搵工做嘅，咁啊点啊 ？So far 你觉得英国呢个地方，即系你啱啱过嚟，你同大家分享一下，即系你嘅所见所闻啦。其实都啲人就普遍 friendly 嘅，因为我开头住咗两个月都喺 Canary Wharf 咧，咁其实 Canary Wharf 就新鸿基插晒旗嘅，咁所以咧你会感觉到咧系好似翻咗香港咁嘅咯，即系个市面都系都有香港人啦，就有大陆人啦，咁同埋都有，因为佢起咗好多新楼咧，好似将军澳咁样，你个感觉上系即系同香港系好相似嘅。咁但系都會去下附近啲舊區咧，咁就感受下啲當地嘅感覺啦。咁其實你會發現咧，我行咗好多個區啦，都即係 Shutton 又去過，倫敦市中心又去過，啲偏僻嘅地方又去過。咁其實我會發現每一個社區都係唔爭得太遠嘅，即係聚居，即係好當然好睇你聚居嘅人腳啦，但係是他們的樓啊、外觀啊，感覺上呢真的很多都很相近、啊、不會說差好，即好像你在溫哥華西區和東區明顯的分野，當然是會有一兩個區是會這樣的感覺的，但是真的分別不大咯。展博兄啊，我那天跟方展和列大夫即聊過電話，列大夫他說他去到英倫呢，不知道為什麼發覺英國的男士呢特別友善的，即系个个见到佢咧，都笑口吟吟啊，同埋即系眼光有啲 sparkling 嘅咁嘅样，见到佢咧就好开心，即系借啲嘢同佢倾偈。咁啊，而家佢住嘅 Airbnb 咧，好似咧就个 landlord 咧，亦都系一个超级大只男，即系一个大只版 He Man 版嘅朱希伯格咁嘅捻样，搞到佢夜晚瞓觉咧就要锁门咧，即系惊佢个菊花俾人哋搞咁样样。即系我以为搞水银牙辗转反侧添，原来佢锁门。你哋有冇见到英伦嘅男士对你哋眼金金，特别即系抱以呢一个嘅友善同埋亲切嘅问候啊？咁样啊？人就普遍友善嘅。其实你大夫系咪搞紧错咗啊？即系啲人系咁样友善，唔系佢所讲嘅，第一即系屌你老味，即系对佢即系垂涎佢嘅色相啊！嗱，我自己咁多个月嘅经验咧，即系差唔多啦。其實咧喺呢度咧，佢嗰個人嗰個關係咧，佢係好愉快地去即係歡迎你喺嗰個空間出現嘅，好多人都係咁。無論佢係咪做生意啦，揸車你已經 feel 到噶啦。
离狗像远咁样样，闪灯叫你，你过啦，慢慢嚟啦，即系嗰种咁嘅状态咧，系好习惯噶啦。咁所以你话佢系咪特别好态度咧？其实就唔系，佢哋一个文明社会，大家会尊重大家嗰个存在嘅权利，所以咧佢会俾一个舒适嘅空间你啊。咁你考英国入即系入籍试里边咧，佢有个Live in UK 噶嘛，嗰度咧要問嘅，你對即係個社會啊，同埋你周圍嘅人咧要照顧啊，同埋有責任咧，呢個必選題嚟嘅。OK， 咁所以咧，佢哋就係基於咁嘅原理咧，所以咧佢對周圍嘅人咧都會照顧嘅。咁佢都會見到你個樣咁啊，驚你唔開心啊嘛，咁咪同你笑下咯，咁樣大家好正常啫。你大夫諗多咗係嘛？冇錯，我覺得係。你知道香港又多色狼，咁我明嘅，系咪先？屌又跟人哋上樓，系嘛？屌無端端你做唔做情婦咁樣樣，唔知乜撚嘢殺案嘢都有嘅。呢度唔係嘅，呢度你即係啊，好清楚條界線就得，朋友就朋友，見到你係街坊嘅街坊，佢哋會好開心咁樣同你打招呼，但係並不是對你有咩企圖噶嘛，係咪先？冇錯冇錯。咁好啦，咁啊麥理浩頭先有講過咧，佢話即係吸塵咧，即係我哋出翻張圖咧。就是佢个屋企里面咧，就系、是、你个 landlord 系咪俾话帮你打扫晒，好捻干净，可以随时欢迎入去入住。点知你老婆洁癖，你去吸尘吸捻咗成樽尘出嚟啊嘛？系、哦，即系咁我就厨房系地板嚟嘅，咁、那个厅啊两间房同埋条走廊都系铺地毡咁，所以即系佢哋习惯咗就系着鞋照踩入嚟噶嘛。咁、所以我都巡过丽卡一级佢啦，咁唔级又自可，一级原来超系超恐怖嘅，系一级就已经成个槽，即系装尘嗰个槽满捻咗，一转啫。我应该听阵间瞓醒咗又再嚟嗰转，再吸多转睇下会有咩，系咪有呼吸咗真系。Okay. 不过佢哋嗰个系啊，即系冇办法，啲旧楼咧，即系我哋呢度呢间系1930年起嘅，而家住紧嗰度系。我喺1930年，即系屌你老味90年噶咯。系啊，你吸嗰啲系咪老毛嚟噶？全部都系都随时嗰粒尘嘅年纪仲大过我咁样。系啊，老毛嚟噶嘛？呢啲系咪？喂，你留翻佢、可能系历史呢一个嘅 relic 嚟噶，大佬。遗骸啊，将佢砌翻成变成一个人啦，收集啲 DNA。系啊，你老味真系可能个妈咪就碎晒之后，你嗰啲嘅遗骸嚟噶，真系。啊嗱，讲下呢度啲叫咩啊？业主租楼俾你嘅服务之一啦。咁我租间屋咧都系大部分地毡嘅。咁我业主咧喺我入住嗰一刻咧，佢就做咗个深层清洁咁样样。系咁啊，呢个系必须嘅。佢哋觉得咁啊，如果你哋第时租屋咧过到嚟咧，你都希望咧有干净嘅地毡咧，你就要求业主同你做个深层清洁啦。佢系点咧？佢有药水咧就渗晒落个地下度，地毡全部湿晒嘅。跟住之后咧，佢又会用一个强力吸尘机咧就吸走啲水，咁啊洗地毡，同你洗一转。咁啊，基本上洗完之后咧，个地毡就干爽翻，你心理上都会愉快啲嘅。咁但系地毡真系好唔乸襟污糟嘅，自己咧啲闪电毛啊，乜乜七七嗰啲咧，你分分钟黐晒喺度噶啦。咁所以咧，你真系要买一个吸尘机就日常诶推下佢咯，咁样样。咁啊，对于一啲虚荣少少嘅家眷嚟讲咧，就一定买戴森嘅，因为你嚟到英国唔买戴森咧，你真系嘥咗，因为好乸平啊，相对嚟讲。咁啊，所以咧就俾个食口佢咯，吓我哋地毡地咁就戴森咯，咁样咁讲咯，住得越买车咯，咁样即系嗰啲咁嘅状态啊嘛。系英国有度好，就系、是、买戴森嘅时候唔会俾人屌。你喺香港买戴森，屌你都唔捻扫地啊，样屋又几咁大啫，你摆落去推唔到噶喎，咁样屌好多嘢噶嘛。英国唔系，你真系有戴森系有用嘅咁样样咯，吓已经出到咧，好似出到 V20几字头噶啦，已经吓，咁、大家不妨参考一下，即系买个礼物送俾老婆，然后佢又做到只狗咁样样嘅，咁啊呢个送得过嘅 ，OK。我想问一问咧，有一篇文章咧就话，即系文汇大公嗰啲閪报咧就话一个香港嘅黑衣户系嘛，即系个人都去英国，发觉英国人仲污糟邋遢，又惊中招，又系惊感冒咁啊！即系听你两位讲完之后咧，先撇除咗我哋唔需要 discuss 嗰个所谓嘅因为武汉肺炎嘅肆虐嘅喺英国嘅情迹里边啦。咁而家带一个点就系话，佢话英国人咧喺个卫生嗰方面咧，真系唔系好注重。
咁啊，即系会唔会即系将呢一样嘢煲大嘅咧？系咪即系而家你又吸尘吸咗咁捻多出嚟？其实系咪英国人系咪真系唔捻干净啊？定系佢生活习惯同我哋唔捻同咧？其实佢哋生活习惯真系唔同，佢哋咁长时间都唔系咁热嘅环境，佢哋唔会真系唔会日日冲凉咯。系。系啊，咁同埋佢哋污唔污糟，睇真系睇你个社区嘅啫。有阵时都会一街垃圾，因为佢哋都习惯咗随地掉垃圾。嗯，你即系话喺啲社区度，真系经过有阵时都见佢哋咁一地都系啲纸包啊、成啊、薯片袋啊，咁四围都掉。嗯，咁啊，我就同意我哋见闻系咁上下嘅。咁但係因為咧，我自己主觀覺得咧，如果你真係土生土長嘅英國人咧，可能就相對嚟講咧個自律咧會好啲。但係你知過去呢即係十幾廿年咧，好多嗰啲歐洲移民啊咁樣啊，東歐嗰啲，東歐嗰啲咧，我哋接觸咧，佢哋真係就屙完尿唔洗手都有嘅。啊，咁啊，係啊，慣性唔洗手喎。啊，我就好奇怪啊！因为有一个问题先，点解麦理浩知道啲英国人唔捻冲凉？系咪佢同啲英国妹搞过？啊，麦理浩就有咁嘅情况。而家方志博见到啲东欧人系屙完尿唔洗手，咁点解你问下佢只手啊？我即系同佢点解会咁样嘅？佢就推门走咯，咁样样咯，即系喺个工场嗰度，有啲人系咁啦。咁但系就即系一啲啲嘅啫，都系。但系就你话个使用嗰样嘢咧，你又有赖嗰啲人究竟有冇个自律性啦。咁啊，即係佢始終都係有個即係多元嘅社會啦。咁可能有啲人就未教化，或者個文化水平唔係咁咧，都會影響咗嘅。嚇，你越多人住嘅地方就會有呢啲問題啦，即係旺區。但係如果你一啲相對啊，即係管理好啲嘅 council 啊，或者嗰度個人品嗰個冇咁品流複雜咧，個地方咧個市容就整潔啲嘅，即係都係講住嗰啲人嗰個質地。咁你話喂，黑衣户度度都有，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即係大家睇報道就睇佢立場先啦。我都係之前不嬲都係咁講啦。咁你錯、啊、我完全相信佢講嗰樣嘢係有嘅。咁有冇咁黑衣咧？咁佢梗係放大啲都有嘅。咁你話香港黑衣有冇咧？都有噶嘛，係咪先？咁你要放大呢件事，一定係可以講得到嘅。我冇辦法反駁你話冇啊嘛，係咪？但係個情況就係你有咁對你嚟講係咩意思呢？又香港去到覺得人哋污糟，其實屌我翻大陸都係周身唔聚財噶啦，文匯大公咁近又唔報下係咪先？屌一過咗羅湖，一過撚咗羅湖啊，度度都有人又喺度又擤鼻涕又吐痰落地下噶啦，佢哋仲要攞只腳仔踩翻平佢㗎，即係有個咁嘅即係好習慣嘅。咁你又報唔報啊？嗰啲人咪係咁撚污糟，係咪先？屌你去到嗰啲咩各省市嗰啲汽車站咧，啊即係唔好話咩，大家真講見聞啦。屌一陣臭豬味嘅，好怪嘅啲人啊！屌唔撚識講咁撚亂啦，電油味嘅。屌你老味，你搭巴搭的士啊！屌你老味嗰個的士喎，我十年前上去啦，即係講真，嗰陣時嗰陣嘅的士嘅味道啊，有屌你老味夾雜著嗰啲人嘅唔沖涼嘅味道。有嗰啲嘅屌你老尾，大陸嗰啲嘅冚家產嗰啲閪煙啊，嗰啲煙特別臭噶嘛，再加埋佢哋屌你飲撚完二鍋頭散發出嚟嗰只酒香味咧，夾雜埋喺架車裏邊咧，你如果搭不停嘅長程車超過15分鐘，你喺架車裏邊你真係想嘔嘅，話俾你聽。再喺冬天裏邊開辣熱暖氣啊，真係含得撚橡皮糖，我話俾大家聽。係啊，咁所以你要講呢啲嘢咧，大家就即刻有話題啊，我可以講好撚多。但是冇用噶嘛呢樣嘢，你去到嗰邊，而家英國係咪冇水沖涼先？屌係咪冇番簡先？你自己唔撚搞清楚自己，咁人哋污唔污糟關你撚事咩？我即係咁講。嗱，而家個情況咧就咁，人哋個生活習慣咧就瞓醒覺沖涼嘅，咁你又會唔會咧？係咪？我會啊，你沖三次翻啫，係嘛？就即係你行入地氈，佢啊自由奔放，著住只鞋，人哋凍啊嘛，屌你好似香港人，好似日本人咁講究啊！入到嚟啊，欢迎你嚟到啊！俾对拖鞋。一声一声，系啦，即系唔会咁噶嘛。所以大家个文化不同，你接受一下人哋。咁佢就算人哋啲师傅走入嚟帮你整电器，佢都唔肯除鞋嘅。咁你咪即系尊重下个文化咯。佢走咗，你咪吸引翻佢咯，即系咁解。你话戴森做咩？点解戴森要咁强力抽风啊？就因为啲人唔肯除鞋噶嘛入屋，所以佢吸得好啲咯。咁啊，即系。變化出嚟嘅啫，呢啲嘢。明白。咁啊，當然係睇下呢件事，去到就係咁樣樣啦嚇。去到個地方住過啲知啊，真係。
系啊，同埋你天气凉咧，你真系唔使下下都冲凉噶，你真系唔使抹身都似啊，分分钟。不过如果有机会，都想试下啲唔抹身嘅靓女嘅，系咪先？可能 sexy 啲咧，就咪浓少少咧，骚啲系嘛？系咪？系啊，即系你食芝士咧，食嗰啲浓烈啲味道咁样嗰啲先叫有味 blue 道。cheese，blue cheese。要 mature，要 mature 啲噶嘛？我哋要改下，我哋要改下个口味啊，咁样细好啲啊，啊。我哋要讲讲正经议题啦，要同阿方阿展博兄，展博兄近排呢一个嘅中国嘅捻屌银行咧，你存钱咧，存呢一个嘅50,000蚊入去咧，或以上咧，佢老母閪咧都要系冚家铲实名制。咁啊，如果你10,000蚊或者过千或以上咧，亦都系要实名制。即系总之你做啲乜鸠嘢咧，都要屌你老味登捻记晒你任何嘅 transaction。即系你使啲乜捻嘢嘅钱啊，你俾啲乜捻嘢钱嘅人啊？你将啲钱汇去边捻度啊？喺呢一个嘅3月份开始咧，就实施呢一个咧需要登记嘅呢一个嘅资料啦。咁嗱，我就未问你意见之前，我就乱咁发表下先啦。我喺咁嘅情况之下，有好捻多嘅大陆人会唔会其实有咁捻多嘅麻烦嘢？我屌你咩？我情愿我搭程火车，屌你咩搭程的士，我即系将啲现金现兜兜交俾人哋，冇捻事咁捻烦。咁啊，即系大家都知捻到银行嘅体系就系民间嘅钱。借撚咗俾銀行，存入咗銀行裏邊，收一個好撚微薄嘅息，但銀行就可以攞撚到佢嘅錢出去發鳩，但係佢嗰啲 M 一 M 二咁樣嘅情況，你以前教過我啦。咁如果喺咁嘅情況之下，哇！你乜乜撚嘢都要我啲錢，點樣嘅來源？慎防我係賣淫翻嚟，或者賣屎忽啊、打家劫舍啊，要清楚知道啲嘅來源係點樣嘅情況之下，哇！我唔撚俾你知，唔撚想俾你 track 到，我咪唔撚存錢入個銀行度。咁啊，中國銀行嘅體系咪崩潰？咁樣搞法，邊有錢入，我邊有錢借出去？咁啊！屌你老味，你降准都冇卵用啦，会唔会咁嘅情况咧？展博兄，啊，非常之即系呢件事系好大嘅一个影响啦，睇落个民生。咁啊，主要就系关乎咧香港人咧对于个银行体系嘅信赖咧，所以咧就睇完之后就觉得好卵大镬嘅呢件事。咁喺个角度睇呢件事咧，就系好卵普通嘅啫，喺大陆嚟讲，即系你一定要喺坐喺嗰个位置度睇嗰件事，你系觉得好卵普通嘅。即系佢里边啲人，你打个电话问下佢，或者微信问下佢，喂，屌你知唔知呢件事啊？哦，知啊，啊系咩？即系咁咯，佢哋唔会觉得系好大震动嘅。你试下香港同你讲，喂，屌你攞多个50,000咧，记名，你存之入去都记名，问你来龙去脉，你屌你老母，仲捻系香港嚟嘅，你会讲呢啲嘢噶嘛？系咪先？但系你大陆佢惯捻咗，佢冇嘢嘅。咁点解咧？因为佢哋咧，就算有呢条条文都好咧。佢即係好似周星馳喺呢個國產007裏邊，即係打靶就實打靶噶啦，係咪先？如果你話你靚仔都冇卵用噶，唔敵不過咩啊？反轉身俾張100蚊紙出嚟，你去到銀行，佢話你攞錢咁樣樣要記名，你就同佢講啊，你要行個通用啦，跟住之後就順便就攝個紅包俾佢，咁就搞卵掂噶啦，係咪先？屌你老味，你寫邊個唔卵得啫？佢一個問題就係我有權唔卵俾你攞。銀行話係咪先？咁呢個就係嗰個民間嘅解決辦法啦。佢哋會咁樣諗嘢嘅。OK，屌你去間銀行熟嗰個咪攞到咯。佢咁講嘅，屌約啊銀行經理，屌你老味之後，收幾點啊？我喺邊撚度邊撚度倚紅樓訂咗房包房啊！你嚟嚟一撚去乜撚嘢包你啊？你50,000蚊成本太重啦，去倚紅樓啊？OK，你可能屌你準備幾廿個紅包啊，行幾個關卡啊，去到嗰度啊，個逐個派一派俾佢，點行攞10萬啫，唔係好過分啫嘛？屌我平時你知噶啦，你識我噶咁樣，係啊，叫親你都唔應過陳生啊嘛，咁樣咧嗰啲咧。嗰 种你递个红包咪认钱唔认人咯，咪开俾你咯，即系佢哋会咁谂嘢嘅民间。咁但系咧好啊。喺嗰个即系喺嗰个政策上边咧，我思考系乜嘢咧？就系佢哋可能系唔够现金周转啊啲人，即系话你万一出现一个挤提嘅情况，我同你讲大条道理，喂，屌你攞多个50,000蚊，咁我都顶得住啊嘛。你一日里边有几多人嚟啊？系咪先？但系如果你话唔系嘅，屌你老味，第一个大户一嚟就同我抬1,000万出嚟，屌我准备咗架货柜车嚟噶啦，咁样样
其實1000萬攞緊少錢嘅，因為孭一個袋已經孭曬嘅。個問題就係咁樣，所以佢哋係應該做一啲防範措施，就係、是、3月之後，萬一出現任何嘅風險，擠提都好啦，你班友仔50000啊，50000攞咯，係咪先？屌你攞51000啊，唔撚得啦，即係講呢啲嘢，等你哋啲人咧習慣咗嗰樣嘢咧，就係、是、擠提都攞得50000啫嘛，屌咁樣。明白，明白。因为成件事嘅感觉就好似阿董建华前次算迪迪仔咁样攞鸡税咁样多50000咩捻嘢系钱嚟噶？而家大陆里边你强国嚟噶嘛？系咪咁样样讲啊？系啊，咁所以呢件事你传又好，你攞又好咧，佢又讲俾你听要记名，佢一举两得。第一就系佢真系可以点啊，守得住咧一啲细嘅贪官嘅钱。嗯，佢连细嘅都杀埋，即系唔俾你使啦啲钱。OK， 咁啊，跟住之后点啊？你有任何嘅舉動嘅之餘咧，就銀行體系出咗危機咧，我都有呢條條款咧制住你啦。喂，俾你唔係唔俾啊？屌50000，但係你50000做乜撚嘢啊？喂，10000都記啊！佢話嗰個咩掛綁帳號嗰啲，咁即係話屌你買部 iPhone 啊，我唔夠錢啦，銀行攞啊，唔得，買乜撚嘢 iPhone 啫？屌你老味，而家10000蚊要記嘅咁樣。佢仲要出一啲啊，最撚抵死啊！支付卡啊！即係好似我哋以前啲 band draft 咁樣樣啊！即係你記得咩叫 band draft 啊？即係嗱，我買張本票係幾多錢咁樣。佢而家都有啲好似啲支付卡咧，亦都係即係大概一皮嘢到嘅人仔咧，都或者1000蚊嘅美金啊，都要屌你老味登記啊！個有咁又好喎、啊，我唔使俾現金你，因為我真係冇現金啊嘛。啊哈哈，係咪？咁我開張票俾你銀行啊嘛，咁你之後你話喺去銀行，我哋一唔對得住你當錢使啦，咁佢咪又可以自己發行支票當現金用埋咯，即係我咁樣諗啊，即係如果你用即係中國模式啊，唔係一個中共模式去諗呢個世界咧，其實好撚多嘢變通嘅呢、這個世界就咁、是、樣。咁但係會唔會關於佢想 PayWave 就依個電子貨幣減少你班撚樣用呢啲嘅嘢嘅紙幣喺個市面上面嘅流通係其中一樣嘢嚟咧？系啊，佢系一个过程嚟嘅，咁你将啲钱你入嚟又要记名，咁跟住之后慢慢就话你咁捻麻烦，我哋放你电子人民币咧，电子人民币放你6万咁样样，哦好啊好啊，多10000啦咁样，咁就过去噶啦嘛，即系就咁样样咯。好多政策可以即系呢班人慢慢顺住劣噶嘛，屌你咁大个牧场啊，即系英国养羊都好啦，你唔会逐只羊捉佢翻嚟噶嘛，你都系搞一个趋势。講下講下，揾啲牧羊狗吠佢兩聲咁，佢慢慢入個羊欄噶啦。即係佢哋管人真係有一手嘅，我覺得啊，所有啲政策都係向呢個方向。真係就最緊有趣嘅地方咧，任何西方文明 develop 出嚟嘅嘢咧，去撚到佢哋嘅手上邊咧，就變撚咗另一樣嘢出嚟，真係好撚奇鳩怪嘅，真係。嗱、啊，佢二次創作得好咯，我就係咁講，都可以咁樣樣講。即係你諗佢咧，即係你諗下，你喺外國裏邊。點會咁撚戇鳩同埋濕鳩？即係你入50000蚊落去都要記名。喂，大佬，我拎錢借錢俾你銀行喎，擺錢入你度喎，你老味閪，你仲要理我乜撚嘢？乜撚嘢嘅情況？不過講真啦，其實我覺得喺香港裏邊咧，一步一步咧行緊好撚近呢啲嘅情況㗎啦，已經係。因為而家譬如香港，譬如開一啲嘅公司户口啊，而我係入錢入啲 cash 入公司户口度啊，屌你老味，真係10萬蚊一日嘅咋？問長又問短，屌你啲錢點樣去嚟啊？屌你話我真係同公司，屌你為咗公司要屌你老尾冚家產，即係眾籌籌啲錢翻嚟包入去啊，係唔夠信嘅。咁我唯有講話，我因為我靚仔，我屌你老尾有啲嘅姐姐俾利是，我醒緊咗10萬蚊俾我，我屌包入去啦咁樣樣嘅情況啊。啊，咁你配合你個靚仔同埋身份先得㗎，係咪？屌10萬蚊會俾少咗啊？佢一同你講，我乜兩日嚟啊？屌聽日又再嚟過啊？屌！系咯，即系变咗好多嘢咧。我发现个地球咧喺个金融体系里边咧，大家都即系做紧啲异曲同工之妙噶啦。即系你话喂嚟到英国，你啲户口点点点，你税务点点点，其实都系咁捻多掣肘嘅。即系冇捻咗以前咧，80年代、90年代香港咧，屌你中意买乜捻嘢，买只 figure 都好啦，你带一叠钱去打开咁样样咧，喺度舐一舐口水去数嗰啲日子咧，冇噶啦。已經即係唔好再諗住啊現金交收啊乾淨利落啊啊追蹤唔到啊呢啲咁嘅嘢咧，呢個世界開始冇噶啦。咁啊，但係就喺國內嚟講咧，佢係為住政權嘅方便咧，就走去管理你嘅。咁喺西方國家咧，就為住大家公道咧，即係唔好俾人咧即係暴斂一啲財富咧，就去做呢啲嘢嘅。
咁所以大家嘅方向咧有少少唔同，咁啊，但系就即系总之二次创作系有料到啦，就系觉得啊喺中共嘅手上吓，咁咯。咁但系点解会出现迟啲有机会出现挤提嘅现象咧？你个人认为？嗱，我咁样讲啦，其实咧佢里边咧地方嗰个中央就固然系个外汇储备唔够啦，但系佢有权印银纸啊嘛。地方咧就本身发债咧就发得过咗笼嘅。咁你銀行咧就被地方政府咧嘅債咧就拖累得好緊要嘅。咁佢本身你銀行如果多嗰啲壞帳嘅時候，咁你知啊，十個煲就得十個煲得三個蓋嘅咋，其實銀行體系冇九個蓋噶。咁你突然間有啲危機出現，啲人話喂，不如攬錢好過即係存銀行啦。咁有啲咁嘅即係萬一動盪出現嘅時候，銀行就好容易擠提噶啦。咁你而家你睇翻嗰個債務個危機喺國內裏邊有邊間銀行唔孭重飛啊？因為你銀行一定要借錢俾政府，政府地方政府又好，中央政府都好，佢借喺度穿曬窿噶啦。佢一旦真係而家咁樣樣繼續落去啊，佢唔好講 GDP 啦，你真係即係問下喂有冇經濟活動啊，內需如何啊，內循環如何，你都已經知道嗰個方向係向下走噶啦。有咩咁出奇？某間公司話倒閉還唔到錢，跟住之後火燒連環船，跟住變成掀起咗一個即係好大嘅一個浪。啲人話：哇，銀行信唔撚過啦，我哋攞翻啲錢擺翻屋企啦。即係呢一件事好容易會發生嘅。咁佢做定呢啲咁嘅叫咩防波堤啦，防波堤啊！佢真係有浪嚟噶嘛？咁啊頂一頂咯。喂，屌嗱，我哋明文規定50,000係要記名，唔好攞咁撚多啦，10,000你攞9,900啦。咁佢就起碼都叫頂得住，同埋你分10日嚟攞啦，佢都仲有譜啊嘛。即係佢睇到呢啲咁嘅事咯，所以就做定呢啲咁嘅動作，講就講到就係我哋防貪官，其實就係你啲唔撚俾紅包嘅人就攞唔撚到錢。明白？係咪好通達啊？成件事係通曬，通曬。屌你老味，同你講，你同個鼻哥而家好爽啊！真係通曬，屌你好鬼暢順。咁啊，再加埋銀行業出唔撚到糧，咁你唔撚攞紅包又點做咧？咁啊係喎，屌你老味係嘛？即係一舉多得係咪？屌我基本上你發現，如果我呢部邊，如果俾即係軍情五處、軍情六處軍翻去，我都可以做個官啦。咁撚閪諗啲嘢係咪先？多謝多謝。咁好啊，咁我哋今日時間差唔多啊，多謝兩位老友咁早起身。即係英國嗰邊嘅時間真係好撚早，啲雀都唔知起身唱歌未，咁啊真係好早起身同我哋錄節目，咁啊恭喜兩位啦嚇！新年裏邊而家即係脱離咗香港呢一個嘅苦海，即係你兩位即係骨骼精奇，分分鐘你住嘅地方都係排隊閪冧咁樣樣，排隊屌你咪撩鼻，真係大撚鑊啊嘛！咁啊避咗呢一場嘅劫，咁啊真係感恩嘅真係，見到兩位手足係嘛，即係自由人係嘛？咁啊講得好好嘅，即係唔好撚使食嗰啲香港嗰啲嘅大陸菜。係嘛？食翻一啲乾淨啊，味道清甜嗰啲嘅，屌你老尾嘅，歐洲啊、英國嗰啲嘅蔬菜咁啊，即係一定件好事嚟。咁啊，多謝兩位啊，老友記，保重身體啊！多謝大家，多謝大家，多謝大家。係啊，預祝大家咧呢個虎年咧就盆滿缽滿啦，躺平也賺大錢啦，就咁樣樣咯。咁啊，好啦，我哋下集再見咯。好啦，拜拜啊，兩位。拜拜。拜拜。看完咁精彩嘅节目，希望大家可以踊跃支持我哋嘅独立网媒，等我哋有能力将知识同埋真相报道俾大家。麻烦各位可以扫一下以下嘅 PayMe 或者转数快 QR code， 帮我哋继续撑落去。多谢晒各位。